这个跟孩子们吃了这个面啊，然后呢可以玩这个游戏啊。大女儿想试一试，大女儿。试一试啊，看你运气怎么样。Cepat banget ya. Ya ada timernya. Ada timer. Mami, kita masukin lah. Sudah. Mami. Wah lah, 老婆也要试一试，老婆。Ada timer. Satu lima enam empat kak. Mami dapat.完了，白高兴一场，差一点就拽上来了啊、嗯！好了，走，咱们去那个老城逛一逛呀。哇，这个就是以前三宝龙的老城，再往里边走啊。家具很漂亮，哇，这种门，这个很特别啊，哇，很漂亮这个。这个就是这个印尼的特有的这种染布啊，法蒂，你看它这个纹非常漂亮。古香古色啊，这个就是染布。它怎么做的这个染布呢？它是先要在这个，你看，这绣的这个布以后呢，涂这个蜡染啊，它就染成这种颜色，各种各样的图案和颜色。所以如果网友们如果来这边，在印尼这边旅游呢，一定要带回几件这个蜡染的布啊，非常漂亮。你看，还有这种服装，很漂亮。这是一个展览啊，蜡染的这个展览。你看这个，它很漂亮，各种颜色，呀，各种颜色，各种图案，各种颜色都是这个自己设计的。有的是这种属于传统的图案，有的就是现在自己设计的。哇，这个很漂亮。像这个，在印尼这边也有这种鸟啊，你看，鸟的这种图案。各种颜色啊，这个非常精美啊，你看大家看，这都是手工制作的，这个应该很贵，这个价格应该不便宜，因为它是纯手工制作的，所以它在这边有这个很高档的这种展览啊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漂亮啊，这个漂亮。然后这个布染好了以后呢，就可以做成这种衣服啊，有男士的，有女士的，啊，非常漂亮。琪琪喜欢吗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哎呀，
叫什么？巴蒂克，巴蒂克啊。啊？什么？哦，这个琪琪，这个小女儿说，这个是印尼的传统的这个蜡染布啊，是属于印尼的传统的之一啊。你看，漂亮，确实漂亮。所以一般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呢，学校啊，他都也会教这些印尼的传统的东西啊。好了，出去逛老城。马克西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这个前面就是这个老城啊。妈妈呢？啊？给他办，宝宝给他点点。上一次小松来好像没，只有自行车可以过行人。好像没有这么多汽车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汽车。对的吧，宝宝看见了，这边很热闹。有卖一些小吃啊，年轻人呀、啊、都在这边散散步啊，很热闹，听听音乐。哎，喝一喝咖啡，在这边很休闲啊。在这边拍照片啊，因为它这个风格啊，就是荷兰的时候，荷兰殖民地的时候，这个三宝龙，这个老三宝龙是这个算中爪哇第三大城市，那第一大就是首都雅加达，第二大就是泗水，苏拉瓦亚。那明天呢，小松就要去这个泗水啊，等一下再为大家分享啊。这边还有唱歌啊，卖唱。在这边拍拍照片是非常不错的啊，白天是一个景，晚上又是另外一个景啊。这边就是这个教堂。
在这边散散步挺好的。好，他们说下雨了啊，前面有一个教堂，给大家拍一下啊，教堂，教堂很漂亮。这个是它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了，就是老城这个比较中心的这个位置，算是一个小广场啊。再往前面走也是很多这个古建筑啊，这个是保存的，保存比较完整啊。教堂很漂亮，这个应该是天主教的教堂。那小聪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，印尼小聪在印尼的三宝垄老城，欢迎大家收看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明天我们要去这个印尼的泗水，第二大城市。好，让我明天见，大家再见。